我是刚刚在车场的109年，10月20号，枋寮站，枋寮站是8:29从8:24R132搭载电脑3672次的蓝皮不归车，在最后一个周末走路，一个周末日，对啊。然后这班是开往台中的12辆编组，才只讲到地下3100行，374次，经由南回线开往台中。进去啊，第十。的普快车蓝皮，蓝皮普快，拜拜哦。只剩无奈的心情了，132。来，上车。那74是地下3100行，12辆编组。12辆编组，在枋寮站。枋寮站跟民生门城南800。